谢谢，谢谢热巴和雨宁带来的精彩助力表演。来，请移步到这里。你们有可能都没有办法想象，你们刚才的短短的几分钟时间，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惊喜。为了帮助我们江永和张家界的农民朋友，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啊！是时候来看一下我们第一轮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助农卖货的战报了。现场江永的朋友和张家界的朋友在哪里？ Yeah!